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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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大家请向上，向佛陀行上问讯，疑问讯。 再问讯，三问讯，向主讲法师行三问讯。好，疑问讯，疑问讯，阿弥陀佛，请大家静静坐下来。提起新弘法师，相信在座各位对他都有些认识，并且尊敬有加。法师在1986年毕业于台北市立师专。 1988年，一直进攻老和尚出家，同年受三坛大戒。出家后，法师专精学习大乘经论与西方净土法门。法师也承认台湾佛学院的教师。在1998年和2002年期间，法师更深入显密经藏，考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和纽西兰坎贝拉。 大学的佛学硕士，目前法师是台湾台北三爷精舍的主持。为了饶益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
新弘法师除了在三野金舍做长期固定讲经说法外，更不辞劳苦，常常到海外弘法。如今晚的聚会，我等于师父贪嗔因缘殊胜，能有七个晚上亲耳聆听师父弘扬佛陀教法，共享法喜。好，弘法大会即将开始，让我们先给法师一个感恩的掌声好吗？法师请。好，各位大家晚安。宽济堂的念佛社的主席、各位干部以及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首先很高兴在还没有开始讲座之前，后面看得到荧幕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哈。首先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那在这边宽济堂念佛社呢，祈请我很久，在还没有讲经之前，我先说几句话。今天共修的内容、上课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我会先说一点点话。第二个，我们要共修。共修今天念的不是普贤行愿品，而是我特别编了《无量寿经》的偈颂。所以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大家慢慢念，不要紧张。第二个呢，共修完了以后呢，我要带大家静坐五分钟，把心给静下来。那教的方法，可能有些莲友了解一点点，不过我会跟他把西方极乐净土结合，教各位静坐五分钟。第三个，我们呢今天是第一天，所以我会放 Varanasi Trip， 就是佛陀出传法轮的短片。第四个，我们才开始正式进入到经文啊，所以各位工作人员可以请坐，没关系。好，那请看幻灯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简介。这个主题呢，我大概是十年前讲过，不过这次呢，我相信我会承阿弥陀佛的愿力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会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各位好好的专心听。那先看一下，再翻开讲义第一页封面，这个标题叫做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简介，是般若净土跟愿心的结合。也请工作人员讲义给斯里兰卡的法师好不好，他们或许会看得懂一点英文。那讲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呢，事实上它是属于净佛国土 Pure Land。 净佛国土广义的说，它不一定是指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佛菩萨都有净佛国土。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也会成就自己的净土。举一个例子，净土从哪里来？从你的心创造而来。好，所以像大会它这样子布置也是宽济堂的净土，而你们家呢，自己布置自己的客厅也是你的净土。所以净土的意义它是很广的，不单单指西方极乐净土。那这次介绍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呢，会特别介绍般若净土跟愿心的结合。所以讲座有七天，好，请现大家翻开第一页，莲池海会佛菩萨。那这一次呢，我用的是汇集本，夏莲觉老居士汇集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有四品是有偈颂，第四品法藏因地必成正觉第七，请翻开第二页。明天呢，我们会念理共听法第二十六，还有第三页福慧始文第四十七。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四十八品，那我取了四品都有偈颂，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与会的人可以跟无量寿经极乐净土结个善缘。那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一次送两品。现在看第一页，待会请大家
会念的大声念，不会念的先用听的，因为有些莲友对于无量寿经经文也是很熟，我会敲木鱼，然后呢当木鱼加快的时候，请你就跟着慢慢快。那前面是三称莲池海会佛菩萨，那个法藏因地第四，这个不用念，必成正觉第七也不用念，就从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一直念到第二页，请翻开第二页，南无大恨普贤菩萨用念的，再来念这个往生咒三遍，然后这个是就是这个讲经前的共修，共修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心定下来。第二个呢，念这个无量寿经的偈颂呢，对自己跟无量的众生、幽冥界众生也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好，各位可以拿着这个经本，请合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日月火珠皆逆耀，世尊能应身有情，个个随雷皆有能前一妙色尘普世众生随雷皆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不寂不变界，宣扬界定精进本通大圣，成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入海内经，觉尘老超过无边，而去满宿道菩提究竟安无明，贪嗔皆永无我，经过往生美丽如过去，无量佛威逼群身大道，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不是集结人精进定慧六波罗，唯独有精灵独一独知者，是者佛家令供养恒沙身，不如见有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恒方光明，照一切感得光大清净具足身庄，当论轮回诸趣众生，累速生我刹受安乐，常云此心八有途经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身智能真知众世善知诸苦众，心永不退，我见超实之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绝不为大事，
普济诸穷苦林辟诸群山长夜无有恼怖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此俱来我刹中诸佛金色身妙相喜悦以大悲心入一诸群贫利于善者今回求凡心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消除三垢冥冥集中恶难喜舍三途故灭诸烦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彼从大山去门为众开法藏光是功德如佛无碍之所尽自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师子后光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愿若各国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当于真妙华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哆提耶他弥利哆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帝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哆达揭哆耶哆提耶哆弥利哆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哆揭弥尼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达揭哆耶哆提耶哆弥利哆婆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毗迦兰哆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幻灯片，这是这一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简介。般若净土与愿心的结合，英文呢是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Great 48 Vows of the Buddha Amitabha， 特别是 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anayaparamita Pure Land and Great Vows。So it's a Venerable Bhikkhu, you can see page 65. They have all English version. 所以各位要懂英文的人可以从65页一直到73页。From page 65 to the 72 is al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time's lecture the text. 那讲座呢主讲者就是我，就不用介绍了，大家认识我吧。那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连续七天，每天晚上7:30到9:30。那演讲的地点是在宽济堂跟念佛社。首先我要说，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戒愿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好，因为在座宽济堂呢有念佛社，也有共修。也有很多的老菩萨对于极乐世界非常的好要，所以我非常高兴我能够讲这个主题，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阿弥陀佛，我也求生极乐世界，所以我这次会介绍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好，先请看幻灯片。莲池海会佛菩萨无量寿佛，这张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佛，注意跟你平常看的临终接引阿弥陀佛是不太一样的。临终接引的阿弥陀佛是站着，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看到西方三圣都是坐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增长你的念佛三昧的功夫，所以待会我会教大家静坐五分钟。我先调查一下在座，不管楼上或楼下，在海印古寺菩提资粮论 Part 4 有参加的请举手。好，我想知道一下。好，几乎一半。好，手放下没关系，有些老菩萨都很忙，不过我一样会重新教，听过的人就专心复习，没有听过的人就专心听。好，首先我们待会好，请大会旁边关灯好不好，关中间的灯，留旁边的壁灯，工作人员来帮忙一下，只要留旁边的灯，对，中间通通关掉，这样荧幕它会比较清楚。好，看得到吗？好，然后第一个我们要先练习自己静坐。为什么呢？注意听啊，念佛法门称为念佛三昧，既然叫念佛三昧，很多老菩萨你只有念佛，可是却没有练习三昧，所以我这一次希望在听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时候，能够多教一些平常你没有听到的，而且会介绍很多，所以请你专心听。第一个，待会你静坐的时候，请你把背挺直。好，现在讲你就坐。讲义可以放在手上，没有问题。两个手捧着讲义，你的手可以这样叠着，像莲花坐，也可以两个手掌放下，放在大腿上。第一个就是背要挺直，第二个，身体全部要放松。观想什么呢？观想你自己坐在莲花里面，你现在在宽济堂的椅子上就是莲花宝座。这个莲花宝座呢，可以观想着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什么颜色都可以，彩虹的都可以，但是要观想是透明的，你自己也是透明的，莲花也是透明的，所以你就观想坐在莲花宝座上。看下一张图片，就像这五台山的佛菩萨坐在莲花宝座里一样。工作人员也请坐下来，我坐在地板上练习。好，这个很重要。好，再讲一遍，背挺直，身体全部放松，然后呢，注意力在哪里呢？就住在你坐在莲花里面，所以你的注意力放在肚脐以下三指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讲的丹田。讲义可以放在旁边，不要紧张。好，然后呢，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眼睛闭一半，不要全闭。好，现在开始，我敲木鱼三下，大家静坐五分钟。你就把再重复一遍：一，背挺直；二，全身放松；眼睛呢闭一半，不要全闭。然后呢，注意力在你的肚脐。好，这样静坐五分钟。听到冷气声或什么声音，不要理它，你就专心在你的这个肚脐以下三指的地方。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很重要，是因为虽然在菩提资粮论我也介绍，莲花观想是大乘重要的观想。但是以净土的角度来说，请注意听，就是当你临命中的时候，其实你往生极乐世界只有莲花化身的时候，你的心要必须很专注的，就像你现在坐着大宝莲花要去极乐世界，所以你要呢看住你的心，你才能做到心不颠倒。临命中的时候，我们断气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个是在呼吸鼻尖的地方，一个就是住在肚脐的地方。若你观想极乐世界是坐在莲花里的话，一刹那极乐世界就现前了，这是
大乘的这个禅定与净土结合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这次讲座里面，我会教不同的方法，各都是跟净土宗有关的，那我也会重复练习，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练习这个莲花光明响的观想。另外一个，今天我现在就开始讲经，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也要这样观想。睡觉的时候来看这佛桌，就像这个灯一样，有四个角，一二三四，四个角落，你观想什么呢？青黄赤白。阿弥陀经不是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赤色赤光，对不对？青黄赤白，青黄赤是红色，白也就是说你观想你睡觉的床呢，四个角落都有莲花，那躺的这个莲花多大朵呢？你自己观想，你喜欢彩虹的，那中间就观想彩虹的，然后你就右边吉祥卧，心里念阿弥陀佛，不要出声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就观想，这样躺下去就睡着了。那万一你明天起不来，就希望你去极乐世界吧。对呀，莲花观啊，阿弥陀佛莲花化身啊，还有吗？临终是用莲花来接应你的。那万一呢，明天你醒来以后很好，我就继续行菩萨道啊，对不对？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莲花观想的方法是净土中很重要的，希望你开始多练习。我再讲一遍，四个角落，青黄赤白，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中间的这个莲花呢，你自己观想你喜欢的颜色，像我就很喜欢观想彩虹的颜色，因为彩虹的颜色很漂亮，而且是全部透明的，然后你就吉祥卧。当然你睡觉的时候它一定会动，你不用管，你怎么翻来翻去都在莲花上，除非你翻一翻咚掉下去了，那你就爬起来吧，那没有关系。好，你也可以观想整个房间都是莲花，这是很重要的莲花光，莲花的观想是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是莲花化身的，这点很重要。我们这次的讲座，我想大家未来的目标都希望去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临终接引。的确，这是敦煌的壁画，后面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哈。那这是敦煌的壁画，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跟所有的大菩萨25位会来接引你。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希望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的目标都要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种什么因，要有什么善缘才能够去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听阿弥陀佛48大愿的主要原因。可是我们反过来说，法藏比丘他在因地世间自在王如来座下成就西方极乐净土的时候呢，他是他法藏比丘是因，他发了阿弥陀佛48大愿是缘，接下来无量劫他积功累德而成佛，最后成就极乐世界，所以他也是按照因缘果的道理而创造净土。那现在我们应该反过来思维，我想要去极乐世界，那请问我要什么条件，我应该要种什么因，怎么修，这样我才能去极乐世界。好，所以再看下一章，你怎么解决生老病死轮回的问题呀？你有看到这张人吗？很漂亮的图案啊，他在吸烟，可是他蹲着，可是呢他刚好看到太阳是夕阳西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我们要真正的去努力处理的。那在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所有法门里面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诵法华经华严经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解决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啊，你要常常放在心里。请看瓦拉纳西的短片。那我来新加坡很多次，每一次我真的很用心都准备这个不同的这个内容。那我放过释迦牟尼佛菩提迦耶成佛的短片，也放过伦比尼的短片，所以很多人都去朝圣，我非常的高兴。新加坡很多道场也送华严经跟法华经，这是非常非常好，很赞叹大家。所以今天我要介绍是佛瓦拉纳西初转法轮的地方。
那这是佛陀转法轮之地，可是事实上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刚开始是讲四圣地。佛一生讲的无量无边的妙法，其实最殊胜的法门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法门。好，请看，有声音吗？假如你到印度，这是古代叫做喀什迦湿国，介绍一恒河，二鹿眼院，第三我们的求法记。这是商业精舍的学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的。恒河呢，它沿岸呢是非常非常的庄严，因为在印度教认为恒河是圣河，清晨五点多呢，都是一片漆黑的时候，人们就来到了恒河。河边停满了很多的小船。那观看恒河最好的方法是搭船，早上四五点，非常的冷，带着满怀希望的船，你去观看恒河。水上有很多人卖着灯的小贩，因为今天是他生意很好的开始。而做我们佛教徒呢，应该点灯与发愿。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里轮回，这个地球是我们暂时的家。在印度教认为恒河是通往天上的桥梁，就是说一生呢，你在恒河洗一次澡，你就可以往生湿婆的净土。恒河旁边有很多公共的澡池，音乐可以小声一点，谢谢。在我们的眼光看来是非常非常的脏，可是印度教认为在恒河里沐浴啊祈祷，它能够忏除很多的罪业，来生一定会升到梵天。所以恒河旁边有很多的河坛，就是指坛城，作为祈福或是火葬的地方。甚至印度教认为死后在恒河上火葬，把骨灰撒入恒河呢，将来他会得到更好的来生。这边有一个达萨瓦美德河坛。达萨瓦美德呢河坛是很古老的建筑，它以前是王公贵族的这个皇宫。加一个是帕雅葛河坛，也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旅游观光客他会去。当我们佛教徒的时候，搭着这个河船靠向彼岸的时候，就像我们渡到涅槃的彼岸。夕阳太阳先升起了，就像速如恒河沙数的诸佛，所以很多去参观的莲友都非常的欢喜。不但有人，也有芸芸的众生动物也来了，甚至呢莲池海会佛菩萨，这是未来的恒河沙数诸佛。所以在座呢所有的人，你也是未来佛。恒河是一条奇妙的河，地球也是个奇妙的世界，而我们是奇妙当中有菩提心的众生。第二个重点，瓦拉纳西，它是佛出传法轮的圣地。瓦拉纳西有，这里面有个萨尔纳塔，意为鹿王。传说以前有很多仙人在这里修行，叫做仙人林。佛陀在菩提迦耶成佛以后悟道，自己独独走了300公里到这个地方，开始遇到五比丘。所以现在请看鹿眼园遗迹的公园。那交堪奇佛塔是大概建于3-5世纪，佛陀呢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五比丘。五比丘呢本来是舍离佛陀的，后来呢看到佛证悟以后呢，他呢非常的欢喜。所以请看这张壁画，是菩提迦耶雪迁寺的壁画。然后这个佛塔在16世纪的时候后人重建。然后唐朝的玄奘大师呢曾经描述当时的塔有300尺多高，信仰佛教的人非常的多。所以
我跟一些的莲友曾经在这边朝圣过，那最有名的是达美克佛塔，待会也会看到第十七世的大宝法王曾经在这边呢为华人主持一次法会。这个佛塔建于西元前一到五世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佛塔，初转法轮就是在这里，表示佛教当时非常的兴盛。这边佛龛里面呢，本来有八个佛龛，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供佛像了。啊，这是佛塔上的浮雕跟装饰。这是我们大会呢，哎，供花幔要供佛，所以你去圣地的时候不要空手，你可以供花，也可以点蜡烛，也可以点灯，像下一张点灯供佛。圣地当然你现在看到了是都没有什么，但是呢，在天人或菩萨的眼光看呢，这个还是一个清净的佛国土，所以到那边啊，你应该念佛、拜佛、绕塔跟经行发愿。这张是2006年的元旦，哎，我们从2005到2006跨年上大宝法王的课程，那法王决定最后一天，然后呢，在这边呢举行这个法会。象征着呢，他跟华人跟全世界的众生都非常的有缘，所以法王呢带大众礼佛。我很高兴我拍到这几张照片，哎，尊贵的大宝法王是观世音菩萨真正的化身。我们华人里面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但是有些人呢，哎，还见过大宝法王，有些还没有见过，所以你没有见过的应当发愿这一生应该去佛陀的圣地朝圣一次，也去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高玛巴。那佛寺的遗迹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历代战争啊摧毁，目前你看到的是阿育王时所建的法王塔。阿育王是转轮圣王，那他建的这个塔叫做覆钵式的塔，就把钵倒起来盖上来，现在塔已经不见了，只看到了遗迹。这是佛曾经在这里讲经说法的地方，说四圣地法门。那在佛教的遗迹旁边，其实印度教很兴盛，耆那教也很兴盛。接下来看摩建陀具体僧院。佛建立僧团以后，比丘有五个，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跟佛的出家而学习佛法，所以佛就第一次在这里结下安居，为后代跟近代人建立了一个纪念的这个建筑，叫做摩建陀具体僧院，很像博迪嘎亚的正觉大塔，建筑是同个类型。那在大殿里面会有一个非常有名，也是全世界的古董，现在就是佛陀初转法轮像，原作品呢是现在放在博物馆里面。日本人曾大量的出资金然后布置这个道场，所以它有很多的壁画以及钟，所以能去圣地朝圣是非常非常有福报的。那现在寺院前面呢还建了和平钟，象征呢佛教南传北传藏传或全世界的宗教都能和谐。好，刚才说过佛陀在这里为初转法轮四圣地成立僧团，所以这边有一个转法轮经，有中文、藏文跟英文，在开光的时候是由尊贵的大宝法王跟达赖喇嘛亲自来开光的。那这里也有一棵菩提树，菩提树是从传说从斯里兰卡接枝而来的。最后我们朝圣的时候就带着法喜呢向路远员说再见了。好，看第三个部分，从新加坡人的眼光或许你看，哎呀，印度尼泊尔非常落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呢？答案是圣地在那里，第二上师善知识在那里，第三传承在那里，第四求法是在那里。所以我很高兴我也参加了创古寺那一次大宝法王的四供加行。四不供加行是在菩提迦耶德格寺，2005跟2006我都参加了。那在当地的时候，西藏人是很重视辩经的，因为辩经是学习佛法很重要的部分，华人比较不习惯这个方法，
所以现在很多的佛教寺院都开研讨班，这个也是很好。但是呢，真正的佛法是要透过辩论，你才知道，才会对于你自己所学的佛法会很深入。所以辩经是一个文思修思慧里面一个很重要学习的方法。那尊贵的大宝法王为了要让佛法住世，让所有的噶举派能够利益无量众生，所以这一世他特别强调戒律、威仪、过堂、持戒，所以他亲自指导西藏的这个僧众必须要过堂。传统上噶举派呢，他们修密勒日巴法多大部分都在山洞里，那这一世的大宝法王认为时代不一样，所以他也提倡环保，所以对僧众的食衣住行呢，威仪他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而这也是来自于全世界华人、西方人以及对大宝法王全世界好几百万的弟子的共同的供养。接下来这一世的十七世高妈妈跟华人的缘特别的深，所以由华人团体祈请，当然也有外国人参加，每一年都有很好的华人课程叫中门实修，大殿里面挤满了一两千人。那当然很多人都想去见高妈妈，其实法王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他只睡两个小时，对，但是他永远呢，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不放弃众生，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团体都会单独去见法王，去祈请他的开示。所以各位想，我们都念观世音菩萨，可是现在有一个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在地球化现比丘身，而为作为藏传噶举派的领导上师，所以你应当发愿。噶玛巴也是我西藏的金刚乘的主要上师，所以假如你去过佛陀的八大圣地，佛经曾经说，如果有一个圣弟子去过佛陀出生伦比尼、成佛菩提迦耶、转法轮就是这个路远愿，第四个是佛入涅槃库西纳嘎拉，若有一个圣弟子曾经一生当中去过这四个圣地，一定呢来生不堕三恶道，来生必定遇到贤劫千佛。四个里面我去了三个，我还要加油。所以恒河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河，所以希望各位呢，新加坡的莲友都很有福报，放假的时候都会去全世界旅行，希望你也发愿啊，可以参加很多佛教的团体去印度朝圣，因为那个地方都是诸佛菩萨的净土。那这个短片我今天会第一天放，然后每隔两天我就会放，这场演讲完了以后我就会上网，所以全世界呢都可以 download。我已经处理了版权问题，所以各位莲友你不用急，等这个礼拜完了以后，这个短片就会在桑耶精舍网站上网，所以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分享。所以希望大家将来速如恒河沙数等世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看今天的讲座，请翻开讲义第七页目录。今天是讲座第一天，各位不用急，慢慢来。为了这次讲座，我首先要跟大家道歉。去年十二月呢，我是真的有一点点障碍。我知道有很多莲友呢，去年十二月没有听到四十八愿，非常不高兴。不要太不高兴，不要太激动。然后也很关怀的写信到桑耶精舍，对不起，我是有一些些的障碍。一直到今年呢，宽济念佛堂他们准备了将近半年，我是真诚很感谢这么庄严殊胜的道场。不过我是很用心的，所以你看我编了快94页讲义，然后这里面有中英对照本，也有无量寿经五种对照本，所以我每一天都会介绍不同的主题。虽然我也知道新加坡的莲友工作非常辛苦，没有关系，我还是鼓励你尽量能来听就来听，不能听的话将来我们也会流通这一套 DVD 给全世界。所以大会呢，是非常的辛苦，准备最好的录影器材。好，请看第七页前言。第一，敬业三福很重要，待会我会讲观无量寿佛经韦提希夫人的故事 page 7。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你要先要知道，刚才讲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有因缘果创就极乐世界。
那现在我要去极乐世界，就像你考新加坡国立大学，你一定要去拿简章问，要什么条件才可以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不是说，哎呀，我念佛啊，求佛菩萨保佑就很好。那你走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你说，哎，对不起，我要进去。那校门口的 security guy 呢，一定说 ，sorry， you are not available。那警卫人员一定说，对不起，你不是这里的学生，为什么呢？你没有 ID 卡嘛，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比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个 ID 卡，敬业三福。待会我就会讲这个主题，非常非常重要。四十八大愿，你不要紧张啊，我会慢慢讲，慢慢讲。然后第二个，念佛，很多老菩萨都会说，哎呀，怎么念佛呢？就一直念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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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嘴巴念佛啊，心一直往外看了，就一直念啊，念到哪里呀？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一直念，一直念。对啊，门口也有着下莲居老居士的记子，对不对？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到底怎么念弥陀念弥陀呢？所以待会会引下莲居老居士，他自己汇集无量寿经汇集本，同时他真的念佛定中见到极乐世界，他写出念佛会经过的这个阶段，16个字代表8个阶段，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说念佛一直念一直念，念到哪里去呢？这次我会很真诚跟你分享啊，我所知道的经论以及一些修持的经验。第三个，好，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师父啊，我们就好好念佛就好了啦，干嘛听那么多经呢？请问你干嘛听那么多经？那你干嘛来呢？你应该今天不用来吧？这又有很多问题了。开始新加坡莲友就辩论啦，我专修专弘就好了啊。有人说我一门深入就好，有人说我喜欢法华经啊，请各位看第九页第九行，修行的典范。我就跟你讲，可以分为四类，有专修专弘的，有正住双修的，有诸法轮修的，有摄一切法通通可以回向极乐世界的。所以净土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你只有理解专修专弘这四个字这么狭隘而已。专当然很好，告诉各位，我平常讲经很少炫耀我自己，其实我也没有炫耀过我自己，但是我要鼓励过你自己。我今年出家21年，我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无量寿经我真的念了3000遍啊，我就是因为念了无量寿经发了广大的愿心啊。我写信过给黄老居士，但是我很没有缘，我没有办法亲自见过他。但是呢，我前几年去北京的时候，我去了他自己住的地方，我也见到了他女儿。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佛菩萨的愿力是没有时空障碍的。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很真诚的念无量寿经祈求，我梦中都会梦到黄念祖老师亲自为我讲经啊。好，佛菩萨在这里，我不打妄语。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大菩萨再来的。下莲居老居士跟黄老居士都不是普通人。当然我也知道新加坡跟华人的世界对汇集本有意见，没关系，慢慢来，待会我们可以辩论看谁赢，你看我后面你就会知道，知道吗？我是有备而来的。所以修行有很多典范，很多莲友你若专很好，但专不是说其他的法门，像举问你，我反问你，念法华经或念地藏经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啊？答案是可以的。所以希望大家对于修行的典范要了解。接下来再看第10页，净土的意义与分类。这个我会援引袁宏道苏东坡，一直从唐朝转世到，请第10页第7行，净土的分类。苏东坡一直转世，从唐朝一直转世到明朝，后来他才往生极乐世界。哎，他的确有一本书叫《西方和论》，啊，商业经社印了。若你们要的话，可以上网，商业经社会寄到新加坡供养你。告诉一个好消息，我这次讲完经啊，待比较久，4月底回国，我5月份我就开始发愿，用2年到3年全部把这部论给讲完。我现在在做科判翻英文。净土不是只有净土3经跟5经，事实上净土有无量无边的经啊。像波州三昧的经，就是我中华佛研所圣严法师在世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那中国人比较不喜欢读论，其实论很好，有西方和论，
有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所以论呢会把很多东西整理。那待会我会讲苏东坡的故事，好，他的的确确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因为写了这本书，一本书的功德，他就去了极乐世界。那我想我讲了这么多经的话，极乐世界应该莲花大朵一点吧，对，这是真的。接下来再看，好，再翻回来第十一页，藏传佛教也有极乐净土，第十一页第26行，藏传佛教也有极乐净土，在座也有喇嘛，也有南传的斯里勒卡南法师，可见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的正法。那在西藏里面他也修西方极乐净土，也修普瓦法，也有修很多很多的法，他们也求生极乐世界的，这次我也会介绍。好，第六个是讲求生净土有很多方法，也是按照西方和论而做的。所以好，请看下面，请看幻灯片。我这次呢，虽然延后了三个月来，不过延后后后胜于前前嘛，给我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好，各位莲友可以 坐前面来，没关系，到前面来。师父准备了这么多幻灯片，你躲到后面去做什么呢？没关系，坐在地板上，没看人家看得到。我真正准备了一个月，那这是敦煌壁画。我这一次介绍，我刚才说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我相信你上基金会的网站，新加坡、香港、台湾乃至于马来西亚，都有很多很多的法师都讲过四十八大愿，很好，讲无量寿经，讲净土三经，我都非常的随喜。但是我希望贡献别的法师而没有的，这样子的话，才感谢起大会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神、体力而来，主办这个法会。所以我会介绍四大类是别人没有了。第一个，请看敦煌壁画。敦煌壁画里面是我们中国很大的文化财产，它就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变文图。然后呢，极乐世界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所画的，是非常的庄严。第二，再看敦煌壁画里面也有专门的西方三圣。西方三圣，你看到这个图形，可能有中亚济宾国克什米尔的长相，跟现代你看到的大乘的西方三圣是不太一样的。可见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阿弥陀佛长什么样子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答案是阿弥陀佛没有固定的样子。他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可以画，可是你看历代画的阿弥陀佛都长得不同。我想将来或许新加坡可以建一个阿弥陀佛圆圆的，像个新加坡人或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人，你这样会感觉比较亲切一点，你可以观想。 好，首先在这一次讲座当中，我要非常公开赞叹我一个很好的同学，中华佛研所的同学，请看幻灯片，是汉译《无量寿经会议对照本》的作者，叫做林奇安跟徐立强夫妇，他们两个是我的同学。左边，你们幻灯片看到了左手边林奇安，他呢也是念《无量寿经》，也是跟我在以前多年前的莲友，后来考进中华佛研所念书。他们两个夫妇呢都懂于梵文跟藏文，做了很多佛教文化事业。我现在就讲他的故事，他爸爸就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这次讲座里面，我会引古人往生的例子，我也会告诉你，我现在活到现在，今年我几岁？43岁，很老了。假如我活80岁的话，我一个棺材已经踩进去一半了，对不对？那各位，若是你五字头的嘞，六字头呢，七字头呢，你差不多已经睡在棺材里啦，所以更要加油。那这位林吉安呢，他的爸爸一生啊，非常的这个勤俭，晚上是过午不食的，他的品德呢，就像一个出家人。那他心非常好，可是刚开始他对净土是不太了解，后来开始生病。那我的同学林吉安呢，跟徐立强两个人非常的虔诚，就去医院看他，刚开始劝爸爸，然后就劝他念佛，他就开始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然后呢，他因为很孝顺，他知道爸爸也差不多，他就每天，在病床旁边为了他念一部无量寿经，然后其他就念佛，放念佛机。结果猪猪这样念了一个月，他爸爸从开始接触佛法，刚开始就是佛道啊，大悲宫啊，像你们什么宫啊，对，四马路观音庙，就像通通都拜啊。
可是真的在病痛的时候，他因为女儿讲佛法给他听，他才开始升起正信，所以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他真的很有善根，他一念阿弥陀佛，晚上就做梦梦到阿弥陀佛了。的确，多生多劫的善根。然后呢，那当然呢，他就跟女儿讲，他女儿就更高兴，所以呢，他就继续念。然后呢，就这样整整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最后病情呢就转恶化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那他就说极乐世界现前，他就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说阿弥陀佛真的来了，我就走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往。